他只是把这个矛头正向对于个别的人做政治的操弄，这是让我们感到非常非常失望。高分贝要大家别拿18%做政治解读，蔡英文刮别人胡子钱却没把自己的刮干净，还自嘲说以后没了18%公益捐款也将缩水。不要针对个人，这是一个政治操作。是民进党没有针对连战吗？虽然是马英九马总统他先把人家提出来了，但是你们每一件打每人家每一件事，你没有针对人家连战个人吗？之前前一波就有啊。那你今天蔡英文你人家打到你就说哎，你不要针对个人，这是政治操作。民进党没有政治操作吗？更不要说把60,000跟捐公益扯在一起，两码子的事。要不要捐是你蔡英文个人的事情，对，那是你的私事，是，那是你个人的心情。但是不要拿捐不捐公益拿来做威胁，那是有点语带威胁的哦。你这样扣我帽子，所以我以后的公益捐款就变少了。这个就是态度上的不对了，那是一种傲慢。